讲哦，你发啥物愿望，啥物好发心来对你的心，多渐渐我们要确信这个点。哦，还是讲一些我后面讲啦，也是我买了新专辑的去，可能也对咱是无对，因为其实咱拢无想过，我首先要安怎去跟咱讲，你去到位的时阵呢，伊就会做些地面，要如何去宣传，因为这是咱有些人不。跟那个范讲师说过，花什么愿，什么不花什么出大。这个是之后学姐的说法，真的非常千真万确的一件事。那么你将来各有共哦，那他配的花型的无比啊，各位先生那天是不我干的哦，嗯，对啊，电梯哦，哎，这配的花型的无一样，花型的无一样，都一样嘛呢，差不多的话，跟我讲，那不管定的哈。业力就会成虚，这嘛是咱头发大小小话讲，头小你要阅历，随时都要发现你的阅历。不管讲你有法多啊，一下子达成你的阅历有没有？但是你的阅历要时时的发出去，你的信息要发出去，不管就在你的身边。这是咱一个学习的过程内，给咱家己一个体会，这嘛是头发一个体会啊。当然，咱大家拢想要了解神仙呢。之前讲成佛，个个有机会，但是呢，没有人人都有把握啊。就是爱看咱在世时如何来去学习，哦，去学习。啊，之前有讲到讲，咱三宝讲师要讲十条大愿这个音乐哈，或许是觉得说，嘛是有需要，但是爱去来刚开始表达，也就是不行。啊，唔嘛，可能跟我讲，来咱一贯到拜拜。那东西的聚庄，哦，那些的立约，一些些立约，有些的立誓约啦，哦，这个有的是讲，咱爱去注意的所在，就是佛法的修行的一些体会。那么，因为是十分钟的，咱是慢慢注意，慢慢准备啦，吼。啊，因为阮做着请假，不念念吼，要讲大家啊，都请假嘛，啊，所以后学的自动起来跟各位姐姐做一个。这是之前说办到的成绩，跟各位分享。这真正是心结呢，并不难做。